直播吧，8月24日讯，北京时间8月24日17点 ，U23 国家男足将在亚运会足球赛1/8淘汰赛中迎战沙特队。赛前，中国足球队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一张青春热血的赛前海报，为国足的小伙子们加油打气。中国国家队官方微博写道：“你是我的避风港，无数次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你是永远不落的太阳，在所有时候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，你是我的信仰，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为你歌唱。每当望向你，我就充满了希望与力量。我爱你，祖国。今天又该我们上场，我要让你为我感到自豪。我会用尽全力让你看到我无畏拼搏的热血模样。”